看看新闻网。又要回来了，就是又要回来唱两首歌了，反正很开心，能够有一次给我在这个舞台上唱两首歌的这个机会，我首先是很开心的，但不知道还能不能唱。他站在这个舞台上，已经准备就绪，如何告诉你最后三个没有？那遗憾，那真的很遗憾。那为什么要告诉我回来，又不让我唱歌啊？这个是我的女朋友，她叫 David。你是不是准备，如果有机会逆袭的话，也要挑她？如果他够贱，不过他已经够贱了，他已经很多人都剑指他了。